来的也很准时。好，发动前后夹击，撕破他们的防线吧。我这就来帮你们，坚持住。为了大陆的和平，我一定会完成这份委托的。现在的我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。我只是一个满足于当下的小佣兵而已，才不是什么勇者，也不想成为勇者。战士的遗体可容不得你们玷污，受死！魔王，你已经无路可逃了，做好觉悟吧。陈王败寇，无需多言。宽敞的街道是最适合我们发挥的场地。以红墙威奇为勇者，我冲破敌人的防线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去阻止他们吧，这就是您的使命呀，我的勇者大人。战争不可能会被一个人的力量左右，别以为你赢了。是谁都无所谓，杀了他。投降吧，别让你的部下们继续送死了。大局已定。